心内的苦衷，自己较坚强。为将来来世上离开心爱甲故乡，将着痛苦藏在心中，爸爸孤无穷。天涯茫茫，前途也茫茫，心悲伤，等我回故乡。为前途甲理想，东西南北冲冲冲。无恁等我一下，我物件收收，咱就来去。啊，好。静燕，无你先传洪明志去电梯遐等一下，啊，我甲天来斗相共了，随去找你。无要紧啦，等一下，做伙走就好。静燕，人查某囡仔要讲悄悄话。你是听无心？哦，啊，好啦，啊，洪明姐，我来请走。天啊，啊，你等下要找英雄到底来吃饭无？拄仔是因为洪明姐啊，甲英雄认识，我今日有啥物避讳，所以唔敢伫吃饭。三八，避讳啥物？我听到洪静静东东想要交一个男朋友，这嘛是真正常的代志啊。也毋过。莫找英雄啊！伊最近也无找我，我唔知影发生啥物代志，我嘛无想要找伊。天啊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向你坦白。英雄这几天无来找你，可能跟我甲静恒有关系。你是安怎要安尼讲？是毋是有代志要隐瞒我？唔是我要隐瞒你，是英雄感觉你有代志要隐瞒伊，伊有来找我甲静恒。伊讲，伊感觉恁两个关系哦，足奇怪。我甲静恒认为讲，代志安尼落去嘛，毋是办法，所以我就直接甲你甲党个较早关系甲伊讲啊，请你莫怪我。怪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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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拢怪你啦。煞去啊！为着我即阵啊嘛在考虑，想要甲英雄讲即件代志。我认为，大家安尼继续落，愈烦愈亲安尼对大家拢毋好。既然你把代志讲出来，我想安尼对大家拢好。金钟这世人应该袂阁找我哥哥弟啊，我嘛免阁烦恼啊。不要紧啦，咱来去。妈，你是安怎啦？心情无好是无？呾心情无好的人毋是我，是恁阿兄啦。家己一个人关咧房间底啉烧酒。较早也毋捌安尼啊，今仔日也毋知影是安怎。啥物我要入去甲关心一下，伊煞叫我莫管伊。妈，恁免烦恼啦，我看哦，一定是感情的问题。无，你别问过，看是毋甲天下一个安尼吼。妈，我出来者。你要搁出去买烧酒哦？你下暗已经出去买两盏呢。啊，知，啊，着雄雄酒量变足好个，啉都啉袂醉。啊，我即摆买较济。哥。是不是因为天阿姐啊？来啦，遮坐啦。你有啥物心事哦，就讲出来。咱咧啉烧酒的，害妈足烦恼的呢。啊，歹势，互你烦恼。英雄，到你自细汉从来都毋捌我操心过，啥物即马大汉，都爱我搁替你烦恼？是因为天阿代志哦，对啦。啊，就即几工。我发现伊的过去袂真单纯，所以我就足烦恼的，啊，我嘛足矛盾的，我毋知影是毋是当接受伊的过去。伊较早是用包饲的。啥？啊，伊是迄款人哦？哎呦，奈拢看袂出来啦。怪天阿姐哦，伊逐工拢装甲水水，迄规身躯拢是名牌呢。啊，即摆咧，敢阁有在用包饲？应该是无啦。英雄啊！我看吼，你也是莫甲伊做伙啊。
亲像这款查某人哦，伊安尼过惯是虚华的生活，就算讲伊真正要甲你做伙，啊日子若久哦，伊嘛会看咱无啦。啊，而且哦，甲包青迄个人，唔知佫转来找伊哥哥听袂？啊，安尼伤过复杂啊啦。我看哦，你当作佮伊无这个缘分，趁早切切。是啦，哥，亲像天娜姐这款的生活佮开销，我看哦，你一定饲伊袂起。不过趁即马大家感情还袂磨到尔深的时阵，赶紧分开，安尼比较袂去受着伤害。所以你若是感觉我应该放弃，也无我真喜欢伊啊。哎呦，英昌啊，但以你这款条件，要找比伊较好的查某囡仔，太多假啦。莫想想遐济，较早约过。请入来。文心，请问有啥物代志要交代？缇娜。这是一批车台灯，好无？我有看过，不过我唔相信你是因为身体无好被休困。文心，我坦白甲你讲啦，是因为庇佑甲庆贤因要开新公司，因叫我过去斗三工。啊，你嘛知影，庇佑甲我是好朋友，我若无去，我会歹势。天啊！因为受到晋良破产的拖累，即马天良的财务嘛真危险，你敢袂留落来甲我斗三工？上少嘛，等英惠出完头一张手片才走。我相信英惠这张一定会红的。手片若是卖了好，天良这关就过啊。搁再讲，是你主意要签英惠的，你即马走，你敢会真唔敢？文心，英惠这张唱片所有的歌拢已收齐全啦，即马干那查入去录音室录歌。你放心啦，我会把所有代志交代清楚，我才走。文心，歹势啦！啊，当下甲老文聪两个相斗的代志，我感觉足神的。我无想过留在遮，而且我实在嘛真想要甲朋友因做伙打拼，重新出发。天啊，我甲你同款，嘛感觉真痛，所以我拜托你，要帮我一个人留在遮好无？就算我救你，只嘛只能倒，老家倒，厝内只有靠我一个人。我请你留来，甲我斗三工。我一个人是无可能支持落去的。文心，天啊，我请你跟我斗三工，我拜托你了，我拜托你了。文心，我答应你，我留来跟你斗三工。特别，这间三房一厅的厝啊，是我甲朋友找真久才找到的。啊，这间厝伊的光线阁真好，啊，隔间嘛真方正，租金阁俗。上重要是马律师伊看过，符合啦破产期无浪费的原则。啊，三间房间真好啦，啊，文心若搬来吼，嘛有通住。足麻烦的嘞，真多谢。凯文，你唔通甲阮客气啦，啊，阮做事实这是应该。也毋过哦，这间厝哦。无讲盖大间吼，啊佫安尼破破糊糊嘞，这敢会大钱啊？啊破产敢袂晓带小可较大间的厝？你哪能讲话啦？啊，当人少年人拢伫无闲定阮的代志呢，啊是半工甲咱找厝哦，啊你慢慢细多些，佫也嫌重嫌塞。我知啦，啊天安尼甲我斗三工，我是真甘心啦。我是咧想讲哦，这间厝。是小可较易啦，啊，换一个身，敢若好亲像会弄着安尼啦，亲像毋是介玩得火介舒适安尼啦。隔壁啊，这间厝是袂当甲以前你住的大厝比，啊是讲，因为你即马是破产，一切拢爱符合法院的规定，所以请你较少来。是啊，隔壁，啊等你的财务问题解决了后，啊我今天的事的基础嘛较好，我再甲你换一间较大间、较舒适的吼。哎呦，你有听到无？人时势吼，这尔有心着，安尼着较配合的，较好歹做人。好啦好啦，我着干那一间厝安尼讲一个尔啦，啊，着家己一间遐尼大个白庄，着补一个落去啊。
倒车是要睏公园许啦。啊吼，我去附近行行啦，先算看卖后日咱若是要坐公车，看是要坐几号的啦。连锁吼，马上当了解全世界药材市场的买卖状况，尤其是咱竞争的对手，一定要全盘了解。吼，哇，看到恁这么认真学习啊，我甲佩瑜感觉真歹势呢。做生意哦，我是拄啊入门的菜鸟啊，即马当地甲阿伯拜师学艺，一切对头开始，我当然爱较认真嘞，爱加倍用功。我听正言讲哦，何明姐啊，较早是逐项拢摕第一的金牌警花呢，绝对无问题啦。你莫阁甲我补啊啦，阁甲我补，我要飞上天啊啦。啊，当时嘴学到遮尼甜啊，无怪骗我你骗去哦。好啦，休困起来吃点心。来。阿伯，谢谢。Tina， 你现在就好面生嘞，我来吃点心，你就来啊。来，谢谢，多谢。我今仔是专工来甲大家回信的啦，可能我讲话无算话，因为文心哦，伊唔肯答应我的事情，伊讲即马无当会做伊的瓦课，伊足侪代志需要我来甲伊斗相共，我过一阵啊，才有法度甲恁做伙拍拼。我俩做是啥物大代志咧？是讲你无来我的公司啊，是我大个损失啦。啊，不过算起来，本身是家己人，你家斗相共也是应该。安尼啦，我甲办公桌也藏好势，啊，你要来随时都会当来，好，来，别担心，多谢。其实吼，有一个人做生意比我更加厉害，你哪找伊甲恁斗相共啊？你是讲当的对无？其实我嘛捌想过呢，哎，即马这尼啊细致。找这个代志可以做，较袂乌白想啦。我是惊讲伊嫌阮公司伤细间啊。别人的公司我唔敢讲啊，伊阿母家己起间规个公司，伊敢会无来斗相共？我离开台湾一阵话哩，只要生意对啊，嘛算是良心啦。恁客袂当来参加吼，敢若是伊的经验甲人脉吼，就会当予咱减轻真侪冤枉路啊。既然恁大家拢赞成，这两天我就来问伊的意思。歹势，谁啊？阿文聪。喂，是，我是李正。你知我是谁哦？他想要赚钱，来我的办公室见我。喂。你这紧就挂掉啊？伊讲啥？伊讲若想要赚钱，就马上去伊的办公室。好话都还袂讲，就挂掉。啊！廖总，我讲你食伊个头路。老文聪的个性，一向无中无人啊！伊亲身打电话给你，就真乎你面子啊！一定有真重要生意要甲你讲。伊的面子我无稀罕啦，等伊啥物时阵学会晓好声好咧啊，我才来考虑啦。这个呐，咱若要做生意哦，一定爱记两样代志。第一呢，就是会当控制咱家己的脾气。一个发生第了后呢，就失去着理智，做出错误的判断。安尼吼，一步若唔对呢，就全盘皆输。要后悔，也未有啊。第二呢，就是唔通甲钱做对。咱若有趁钱的机会，一定通放互家，来当将别人的钱趁钱，要咱家己落地啊啦。迄才是高手啊！这个啦，你去遐看卖，看伊要讲啥，当作是咱要甲探听一下嘛。顺续磨练一下你的耐心。别个嘛，无你甲伊去就好。我是李正贤，甲恁当处长有用。报告当处长，李正贤先生来啊。阿长，团客来啊，我顶车人坐啊。两位，请坐。唔免啦，有啥物代志，赶紧讲。
啊，少年人的个性这么着急，以后是要安怎跟人做大事业啦？拄则恁对电梯行出来，应该有看到，现在已经是改朝换代，会当讲是新人新气象啊。阿贤，正嘉玲集团伫我领导之下，会当讲是比正荣集团搁较好啦。是讲，我真正是替你足唔值的。当初时，你若敬着平，正嘉玲集团总经理的大位应该是你坐较对啊。何董事长，我若是讲跟在你的身躯边做代志，恐惊就无这个机会，会用出头天，我家己出来拍拼做头家。是讲以后恁公司若是甲正荣集团同款，搁你舞倒去，我用考虑伫阮公司安排一个职位予你。是讲阮公司的人才足济啦，总经理这个大位，恐惊无你的份。进这个时代吼，有一挂少年人脚步未踏稳，就想要出来开公司做头家，这莫怪，逐工拢有公司咧话倒。阿贤，你无经验。你唔捌代志，即老天有甲李主管奈无来提醒，是讲即嘛袂当怪因啦。一个已经是老废物啦，啊，另外一个踮伫马来西亚的感觉也是遮尔啊侪年，会当讲是甲咱台湾的社会完全脱节去啊。莫讲我无甲恁提醒，这是恁爸弟的代理权，会当讲是一条真大条的生意。你拄仔要开的迄间小小的药业公司，若无我嘉玲集团的资金支持你，你是吃袂落来。无归去安尼，我只留你一个赚大钱的机会。我的嘉玲集团，你若想法度替我摕到这个代理权，你的工资看要偌济，我照含情半厚哩。那呢，你这间小小的药业公司哦，得当加吃几年啊，你就免烦恼会倒。老董事长，你是这个讲爽笑呢？即摆商量商量嘛知影，代理新巴弟会当赚袂少钱。像这款生意，阮正文当然是留喺家己做。而且阮即摆已经找到阮合作对象，资金嘛拢无问题。老董事长，就免替阮操烦啦。恁已经找到合作的对象，恁合作的对象嘛无可能比我家庭较好。老董事长，你是专业的呢，像这款商业秘密，阮当然是袂当泄露啊。若是想要知影阮找对象是毋比你家己集团较有实力，当阮正文集团正式挂牌营业、赚大钱的时阵，你自然就知影。阿贤，赚钱的机会，有啥物人无想要做哈？也毋过，既然你着家己想要做啊，我当然嘛会支持你。也毋过，你爱知影，即、這个计划咱双方面早就有合作的默契伫个，是因为之前我足无用的，加上咱双方面有淡薄扣角伫个，所以即个合作的计划才会停落来。也毋过到目前为止，一切拢风平浪静啊，咱是毋是会当心平气和，咱静静啊想一下，来讨论即个生意要安怎继续合作落？为着要表示我的诚意，我甲恁挂保证。恁开出的任何条件，我全盘接受。老董事长，因为之前你要无用，甲正荣集团舞好倒，毋知影好好把握机会。就算你即摆开搁较好的条件，嘛已经袂赴。阿伯若是有趁钱的机会，脚手就爱较紧。这么缓慢，是要对人做啥物大事呀？李正言，你莫想摇摆啊！我甲你讲，你若唔跟我合作，绝对是你的损失。你是唔贪袂起啊？这份争取是恁爸伫柬埔寨独家的代理权，这客户还搁伫我的手里。以我嘉玲集团的实力，我规期来争取独家的代理，我规盘火起来，到时阵你连汤都免想要啉。老文聪，到处的客户是阮提出，你凭什么提伊？你凭我？陈特首，你有听的无？伊咧讨客话安那咧，李先生，这当然嘛是无问题啦，我会当马上跟人去讲。对啦，请教一下，你的股份才有够。免啦，投资的客话我有留底，恁摕到嘛敢是 copy 尔，是讲恁要摕去用进前，恁爱小注意一下，是毋是会违反著作权法？恁若是要用，
麻请恁把赔偿金准备好势。哎呀，咱来走。等嘞。这位特助，这个是什么事？麻烦恁叫老天有来遮，把伊的物件摕去。伊若无，我全部弹掉。无错。这些的民主哦，全部拢偷偷转来。你是肉声？因若无十足的把握，敢踮在我面头前甲笑声声？你去查看卖啊，看伊背后的金主到底是谁？是。今仔日来，我是有一件代志要甲你参详。我希望等下你能来我的公司上班，还指导一下。严格许个方面，我嘛足外行的呢，无适合啦。等下。正贤因爸爸嘛真希望你会当来阮公司，凭你伫咧商店人脉甲经验，一定会当予阮真大个帮助。啊，都毋是讲我袂甲恁斗相共，是讲我较早伫生理店熟识，拢是咧做大头家。啊，因若知影讲哦，我伫恁公司食头路咧上班哦，我面子是要下倒位啦。佮再讲哦，恁公司董事长位可能已经有人坐啦。啊，我去，我是要坐地啦，所以吼、哦，我也是乖乖踮咧厝里就好啦，莫出去咧下西下贱啦。阿哥，对，既然当然有困难，咱就莫勉强。唉，是啊，真可惜呢，咱明甲当下啊，作为伫咧商场上，甲老文创啊拼一个关家啊。啥货？欸，你拄仔讲啥？要去对付老文创哦？我唔对啊，因为老文创甲我呛声讲。因家庭集团嘛要成立六幺的分公司，我相信真紧咱就会用伫商场上，甲老文创有正面交手的机会。哦，恁两个少年的实在是，迄话做一摆甲讲哦了啦，咱会分两段，啥物人听有啦？若是要对付老文创哦，我要领薪水，我啥物工作我着肯做啦。啊，等我甲厝搬好势，我马上去上班啊。只要当下你答应啊，基本上我来安排，绝对袂有你下面做的。实在啦，又 happy 爱 happy 啦。我这边重出江湖，我就是要来证明我跑到位了，要把那个情绪放下倒，让伊知影讲我卖苦恼，要真恼的啦！哈哈哈！哈哈！阿海啊，足久无看你笑啊，这么欢喜着，这阵啊吼，看你油头革面，我心肝足艰苦的呢。天少，恁翁呢？敢遐尼简单就去让放下倒哦？我是咧等待一个好的枪术，这是啥？甲拍下倒。你会当振作了。过去的代志，你着莫甲文聪计较吼。好，我讲你查某人就是查某人啦。你搁开始要维护伊个情绪啊？了，你莫甲想看卖。咱即马马上着要去用火出去啊呢。啊是啥物人甲咱害的？路劈甲安尼，你唔通袂记呢？等下要付出是大意思呢。那安尼，咱去甲办公室准备好势，然后因等下东山再起啊。Thank you, thank you you. 现在我老天父有这个客人都有够了啦，哎呀，以后咱客不要紧，在商场联手好好来做一番大事业，那些公务正经，还不跪在涂骹叫不敢，来 ，Yes, Yes。恁这个是副队长，这是主持的队员，若要清掉离开这个队，恁是想要看今日的解散，让恁队长李亚伟歹看心。清掉不准！报告队长，清掉报告顶面我写啊足清楚，油甲掉的你念袂下，在这款情形下，工作效率一定受到影响，我嘛无想要拖你其他的错。而且我愿意清掉，适合我去的单位。你有权利清掉，我嘛有权利不准。刚刚你要违抗命令，还是无想要搁再做警察啦？你为了什么代志？对恁队长李亚伟主管，我心内真明白啦。也毋过，你必须要想一点，李亚伟是个办案真认真的好警察。你是阮重点培养的御用警官嘞，毋通为着一点仔不如意，就来灰心丧志。好好做你，莫让我失望。是。新唐麻药。顶回闹离职，
这回闹掉钱，出头也真多。后摆你是不是要选立委啊？报告局长，是我指示的，一切拢听局长的命令。玉华，你去办。我将玉华调来整理队保护，以免人手不足。虽然金龙集团已经倒了，也毋过刘文聪迄个犯罪首脑还阁逍遥法外，而且陈玉芬的命案真有可能甲伊有关联，恁来好好配合，服从恁长的指挥，早日顺利破案。是。你别这样冲动，好不好？我已经去过了。我不是才讲过我负责任吗？你现在干嘛要这样做？这嘛是我的囡仔嘞！我去到卫生科门口时，我听到囡仔的哭声。我相信是我把肚子替囡仔在哭。求我莫伤害伊，我实在是不忍心，一步嘛行袂过去。美玲，美玲，你是讲囡仔还阁好好滴？我实在无勇气加入妇产科，我希望你会当陪我去摕囡仔。美玲，既然你去去妇产科，严格你本身把囡仔提掉，这就是母囝天性的。这嘛是天公伯啊，要把囡仔留下来，所以你应该让囡仔生下来，要咱好好疼惜，咱才对。不应该是安尼，咱根本就不应该回啊，不应该发生关系，我更加不应该有生，这一切，这一切拢不应该发生，拢不应该发生。我知影迄暝是因为我酒外乱性，心过冲动。你要拍我骂我拢不要紧，也毋过我对你爱绝对毋是一昧。我要一世人爱你，听是无？美玲，请你给我一个照顾你甲囡仔的机会。嫁予我好无？奈若准讲你得着我的身体，就会当得着我的心。难怪你甲即摆都无了解，我心内人毋是你。我知影你无法度甲李建明报复，替我袂计较。只要你愿意给我时间证明我对你的爱，我相信有一天。你心爱的人一定是我。即马是因为你腹肚内面的囡仔袂等钱，啊，若无准讲你爱我等十年、二十年，我嘛会继续搁等你。人在讲，爱人是痛苦，被爱才是幸福。只要我会用爱，搁较大的痛苦我嘛愿意承担。你俩，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爱，予你甲囡仔上大的幸福。答应我好不？
多谢你。对哦，啊，这物件你有满意哦？若是无满意哦，卖给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朋友啊？我甲你讲，票一世人，除了我，什么人拢袂用给。你讲，介大声，你也不惊人来笑？惊啥？也要笑到伊笑啊！为着你这世人，敢来用嫁我尔，知无？哎，已经拢准备好啊！恭喜恭喜啊！美玲啊，咱妈紧学一个哦，真紧哦，就着咱。我听嘛，你陪因啊。美玲啊，美玲啊！个讲话家刺激吼，无啦，你唔通误会啦。我想李定应该是歹势，伊拄则已经清嘴，答应要嫁予我。伊要嫁予我是喜事呢，安怎拢无人甲我恭喜一下？对啊。你嘛较有风度，你要订婚，我诚心甲你祝福。啊，即摆我要结婚啊，你连一声恭喜都无讲，佮对我安尼脚来手来大细声。你这个贱人，敢若会晓趁人啉酒醉时阵欺负人啦？啥物人嫁予你，拢袂用用啦！我不准你佮欺骗美玲的感情，你知无？无你是凭啥物讲我啦？伤害美玲上深的人，就是你啦！你无爱伊无要紧，你凭啥物会不准我爱呀？我即马要娶美玲，就是我要对伊甲伊巴肚内面的囡仔负责。你无法度去幸福无要紧，我会用尽，我一定要让美玲变作全世界上幸福的查某啦！无你即马是咧干笑啥话？我甲你讲，谁想要甲我甲美玲拆散？恁爸就甲伊拼命！看到你对美玲真心，我就放心。无你即马是咧讲真诶，也讲假，你莫甲我装笑。美玲对好参秀是我亲小妹，我当然嘛确定你对她是毋是真心。看到你这么爱，你诶过去，我会替你保守这秘密。不过你爱保证，以后做一个清廉正直诶好警察。我是无希望美玲带囡仔去监狱内底。为了美玲，我什么代志拢愿意做。你放心啊，我以后一定会做一个好警察。我哪唔敢让美玲甲囡仔将来无依无靠。恭喜你啊，我的好妹子。这间厝住这么多年，今嘛要离开，感觉足唔甘的。一间厝尔啦，哪有啥货？等恁翁哦去安县的公司上班，赚着钱了后，我绝对起一间更加大间、更加水的厝给你啦。莫想安尼济啊啦。来，等搬厝公司的人，把咱物件拢搬上车。伊问讲是毋是阁其他物件要搬？无物件啦，咱好通来啊。是。这奇怪呢，啊，规大阵人伫遮唔走，啊，阁留来创啥？可能是有人破产，无钱头过生活，所以想要偷摕一寡值钱的物件去当。当的，你看咱是毋是需要甲清单摕出来对质？对一个好啦。你这个糟糕，给恁爸吓阿噗！老董诶，食到这火数，这火气要这么大啦！啊，万不然啊，带长大条的吼，我着搁了一包白包给你呢。你若看到迄啥物件，你做你搬无要紧啦，着当作是我甲你母个破产，我对你个淡薄仔补偿啦吼。啊，李金，你会当留在这住无要紧，啊，若其他个人物件若款好哦。
无通走啦，莫留咧遮哦，我咧足惨白的。哥，多谢你的好意，也毋过我还是决定留伫爸爸甲妈妈身边，有好。你若离开这个大门，你永远都莫搁入来。除非我是对爸爸甲妈妈到底转来，我家己一个人是无可能转来。老本生是一个有血有目屎，而且搁有孝心的查某囡仔，甲你这款人也无同啦。你点伊啦？阿廖，这粪扫拢给扫扫出去。是。凭啥话啊？骗笑的。法院是规定，我若十二点之前离开就好啦。即马是时间要早哦。也毋过，阮是人啦，人甲精神是无话讲啦。就算是你求我哦，恁爸嘛袂瘾闹啦。精神创啊！以后伫生理场面就给我白甲金的哦。上好是莫给我拄着，因为我绝对袂手软。你即马是安怎对待我？我会打无害你啦。你若毋惊死，做你来啦，我等你。订婚的时阵吼，我甲阮老家的全家一包，送予恁做订婚的礼物。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袂用收啦。客伯客母，你莫客气啦。哎呦，这个全家一包，本来是要留予我后生娶新妇的时阵送予新妇的啦。无想着讲，我老阿爹煞要娶新妇的尔。大贤啊！你不是我亲生，但是你好亲像我的后生同款。啊，撇给我就好亲像我的媳妇，我无送我撇给我，我要送我什么人啦？啊，搁再讲哦，这么大钱的物件哦，若是留在我这个破身的人的身躯边哦，早晚会去用发现啦，还会去用拍袂害笑啦。啊，我安尼啦，我暂时替你保管，等你有需要的时阵，我来害你。莫这么客气啦，啊客伯若 happy 哦，恁两个着 happy happy， 甲收落来就好啊啦。等我甲存款好势了后吼，恁随时要叫我开始上班，我拢 OK 啊啦，我已经准备好势，我要 go go go。虽然咱占真大优势，也毋过呢，嘛是爱真小心，因为往往吼，伫咧最后关头的，才有较强的对手出现。这份资料收集甲真详细，嘛评估了真精准。阿伯，我对你来讲，讲甲你的实力是愈来愈有信心吗？多谢你啦，我一定袂让你失望的啦。我出钱，恁出力，大家吼互相啦。这边的合作呢是进行了顺利，咱正门有业，一定会真有前途。苏兰，真多谢你这么斗三工的，所有代志才会当这么顺利。即马阮正门集团嘛开始咧招兵买马。连阮客伯嘛要来上班呢。静儿，你讲我是聊天母亲。素兰，啊，你有意见是？我无赞成聊天回来咱公司上班。伊来上班，敢有啥问题？伊才打算破破产的，欠一笔银行真多钱，嘛是真侪银行拒绝往来付。搁再讲，伊过去的信用一直拢真无好。我相信恁请伊来，毋是做小资官人。假使讲，伊若要参加公司的决策，那安尼，我会考虑停止咱的合作关系。啊，不过，自伊宣布破产了，不管伊做啥物，拢换伊来监督啊。所以我想，伊袂有白乱来啦。恁可能唔知影，有足侪经济犯，拢有宣布破产的记录。苏兰，若是我出面替伊做担保。真的，顶一遍我就是看你的面子，无差这两一点的事。结果伊宣布破产，连我嘛受到拖累。同款的错误，我无可能犯得。搁再讲，这边投资的金额遐尔啊大着，免得冒任何的风险，绝对免得感情用事，一定爱公事公办。唔知影恁是毋是会当接受我安尼建议？我必须要以专业负责的态度来对恁进行监督。这是我的职责所在，请您谅解。这问题咱了解啦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那你我
家。哇，想袂到商场上嘛有这样铁面无私的女强人，比我较早所见过的一挂铁面检察官，搁较无讲精明呢。啊，有伊的立场，我无唔对啦，是讲阮客家真无简单，才会无斗志。即马经放下身份，来甲咱做伙拍拼出来。啊，伊平来上班，我真是唔知影变哪甲开嘴。只有坦白甲伊讲，讲这行数来意思。等下，恁大妹甲林小姐来。小金姐啊，丽花，真久无看诶，请你叫我丽丽。我感觉我是叫你丽花较亲切呢。老大妹，你要安怎叫阮查某囝无要紧，有啥物代志你就找我，我比较有兴趣知影。好，那安尼我无需要转弯抹角啊。进前设计恁大神爷个，互恁了三亿外，迄个李正贤，毋知还会记诶？当然嘛会记哩。目前又找到金主甲停，伊打算要开一间药业公司，而且伊会尽全力争取德国一种减肥药啊，叫做斯林巴伫咱台湾地区的代理权。这件代志，唔知恁知影？我完全捌听人讲过。那咧表示伊保密功夫做了真好，而且伊真小心咧处理这件代志。那你无代无志甲我讲这个消息？是要创啥？敢讲恁大神药业集团无想要争取斯林巴蒂的代理权是？当然嘛有，而且老实甲你讲，这个代理权阮是志在必得。但迄个李正贤对药这方面根本无专业知识，严格讲起来啦，根本就是一个外行嘛。丽花，请你叫我丽丽啦。丽丽，小金姐。咱坐落来慢慢讲。丽丽，你看轻对手，看轻敌人，这对咱做生意来讲是真正致命伤呢。无唔对啦，这李正贤伊对做药也是无内行，也毋过今仔日伊毋免亲手去制作药啊，伊敢若动脑筋去争取这个代理权就好啊。这个白骨囡仔，伊的头脑精明啦，无唔对，伊有淡薄小聪明。啊，若无你的大神爷爷，哪有这尔简单，互伊舞三亿外去啊？所以恁两位啊，绝对袂当看轻伊。话讲倒转来咧，伊的身躯边有一个对药啊真内行、真专业的李主任伫的。是毋顶一届来公司找你，啊，看起来真落魄，迄个阿伯。啊，这个李主文是哪甲李建仁牵做伙？我有听讲，这个李主文甲李建仁是亲戚。坦白讲啦，我甲李主文有淡薄仔私怨，但这件代志，伊针对阮大神，我会小心点。秋风吹，心头凉。Thank you.
风高。